这个昨晚不睡觉要去看电影，这个昨晚不睡觉非要等爸爸，然后今天现在都睡到10点了还不起来，我们马上要迟到了。去找那天有很多奥特曼的那个小哥哥玩。爸爸，你怎么还不起床？哎呦我的妈！给大家汇报一下人嫌狗气的平底锅的下这一个下午的战绩，惹哭了二姐姐3次，我不想玩了，惹哭了弟弟2次，还给弟弟，还给弟弟，惹毛了哥哥4次，现在已经没有人带他玩了。今天家里有一堆小孩，但是平底锅只能跟小树玩耍，因为哥哥姐姐们都不带他玩了。他们为什么不带你玩了？是不是因为你太皮了？哥哥姐姐都不喜欢你了，只有老爷还喜欢你。平底锅60岁的老爷在研究奥特曼，就是为了给外孙买奥特曼。是糖？不要不要不要，10块的不要，他不要玩那个，他分不清，你给他买便宜的就行。够了够了。够了，都给你拿着吧。我不想要吃的。他不想要吃的。哎呀，我不想要吃的。那我帮你拿着吧。老爷好不好？好。我不想吃多糖，我吃了，我会吐牙。好，吐牙。哎，我可真羡慕平底锅，我小时候都没有这个待遇。我跟你说，妈妈都超级羡慕你，知道吧？妈妈小时候都没有这个待遇。妈妈小时候，姥爷都没有给妈妈买过玩具，买过零食，还专程来买。你要给他们买啥呀？我的天，还有炮，这都是我小时候没有享受过的待遇。隔代亲是真亲，摔炮吗？两个人真幼稚。开不开心？你喜不喜欢老爷？太喜欢了。呦呦呦，开心坏了，好得意。这样看过了吧？哎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么多反面，完了，老爷大出血了吧？老爷对你好不好？那你还去挖姐姐不？好，不知道多大见了没？打开，笑死了，老爷一本正经的在那给他选奥特曼。哎，这都是妈妈小时候没有的待遇。平底锅，你还想不想玩炮和奥特曼了？你去抱老爷大腿，让老爷带你去买。我的奥特曼卡车又没了。为什么亲老爷？给我的，都给你买卡片。这那个有点黑啊，要什么？要钱啊？要钱？照相中啊？要钱？要钱？要好钱啊？张，是吧？我爹啊，有爹呀！对爹，就是俺，我爹家没有爹，没钱啊。要钱？够了。干嘛去？我俩回来。啊，干嘛去？
等我。这两块钱几个奶奶？怎么办？你五块钱给你三个吧，好不好？哇塞！好不好？你可要？还有一个呀。还有，五块钱给你三个，你谢谢老板了没有？谢谢老板。回家给老爷看一下，看让老爷知道一下他的钱花到哪去了。我看看你买的什么？嗯。